Greetings and salutations. Welcome to the best movie show on the internet, Movies and Chat. 亲爱的各位听众们，欢迎收听地球表面最强的电影节目《大话说电影》。我是主播老张。我是主播豹子，很高兴在第65期节目继续跟大家讨论电影。这是热血激昂的一个开头啊，老张。今天早上起来吃了什么东西？没有，我觉得就是我们换一个开始的方式吧，也是让自己可以就是说比较振奋人心的这种一种开始嘛，就保持这个情绪嘛，做节目的话。我非常欣赏这个情绪，我们要把这个情绪延续下去啊，看看能不能拖一段时间啊，坚持一段时间啊。马上圣诞节就快要到了，包子的周围的亲就是怎么说呢，邻居啊和我住的这个小区啊，现在开始各种各样的就是圣诞节的灯光啊都已经开始装上了，你们那边？我们这边也有一些，但是我是挺烦这些就是圣诞这些灯的装饰啊。为什么呢？你经常就是开车的时候一个转弯发现哇那边有蓝光红光在闪，就以为是警察了，赶快要把保险带带好，把手机放下来，你知道吗？特别紧张。然后忽然想起了刚才喝那几杯酒是吧？对。我们这个区呢，就是过几天的话可能可以请你过来吃个晚餐啊什么的，因为我们这个区就是在圣诞节灯光方面呢算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区。在悉尼呢有好几个就是住宅区啊，就是大家好像都是有像相互比赛那个样子，邻里之间你装一个什么灯啊，我装一个什么灯啊，所以过去看他们那个圣诞节灯光的时候，有很多区是砸大价钱去把自己的房子装得很漂亮。我们这个区呢好像是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就是这个味道很浓嘛，所以我搬到这个地方来之后呢才开始对自己家有这个圣诞节灯光，就受他们感染开始做这个事。所以说估计一会儿好像今天是天气也不错，气温也挺高的，所以一会儿呢估计要顶着大太阳出去给自己房子装灯啊，认真的装灯。对，一到12月份就大家要开始积极的装那个圣诞灯，但是过完圣诞以后大家不是很积极的把它拆下来，经常会就是留到2月3月这个灯还在挂在上面的。这种人是有的，你知道装灯其实是很容易的，可是要是反装灯的话其实是挺麻烦的。把那些长长的线啊都卷起来然后都收到盒子里面，这事情其实特别麻烦，想想第二年拆那个线头。主要你装的时候你有个动力要跟人家去比嘛，有这个动力，比完了以后你就没这个动力收场了。对对对，而且圣诞节呢你开始了之后呢各种各样的喝酒啊聚会啊吃东西啊，把自己晕晕乎乎的，就是说就是打理房子这个热情的抬不起来嘛。对，是很忙嘛。现在就是在今后的两三个星期里面呢，关于圣诞节的工作方面的 party 啊各种聚会啊，同事之间的这个各种小聚啊公司的大聚啊各种各样的都会出现。估计像你这种热血人物还有很多其他的就是业余生活时间的各种聚会，估计你喝酒的机会应该会很多啊。今年可能比较特殊吧，因为我好像已经戒酒一个多月了，所以可能今年的话可能不会 party 那么多吧。这么收敛啊。对，就是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咯。也不是吧，就想尝试做一件事情看能坚持多久吧。就像这个节目我们一坚持就坚持了快一年半了吧。上面我们挺能挺的啊。OK, 那么这周我们要讨论的电影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 Rocky 系列的已经是等于是第八部了，叫 Creed 2。这部片子在国内好像是近期应该没有排片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节目大家估计也就是听得甜嘴巴舌的，就是能够不是特别很快就有机会看到。但是这个片子呢如果是说说起，因为它是 Rocky 这个电影系列里面的一个电影啊。对，所以说如果是说 Rocky 这个系列的话，我相信喜欢电影的朋友应该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了。Rocky 系列应该算是电影史上比较大的一个 IP 吧，这么说应该算是不过分吧。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一个 IP。 对，因为它是1976年开始的第一个电影嘛，所以说如果是到现在的话，76年到2006年是30年，2016年40年，那么是现在42年了。这个很牛的哦，42年的系列，这跟007啊像是星球大战啊这都是排在一起的。
42年演一个人物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嗯，在说 Rock， 在说这个 Creed 二之前呢，就是情不自禁的就想把 Rocky 的这个这个系列翻一下。对，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看过 Rocky 这个系列的话，你应该不会去看 Creed， 第一集或者第二集的。嗯，或者是你就是看了呢，你就是不会觉得为什么大家对这个系列仍然有热情，就是它这个前因后果，在这个整个这个系列里面有很多就是隐含的，大家都以这么多年跟大家一起成长的这些东西。嗯，如果你要是对 Rocky 这个系列不了解呢，那么你在你欣赏 Creed 这个系列的时候，这新电影的时候呢，可能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嗯嗯，而且虽然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IP 啊。想想就是如果要是讨论 Rocky 系列啊 Creed 这个电影啊，一定会有很多作业要做，但是包子心里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这个跟做像什么神奇动物啊，一想想有那么多作业，脑子里面就觉得有点麻扎扎呀，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啊，说是这么说，说不定我们做完这个节目以后，然后 Rocky 的粉丝又要来吐槽我们了。那来呀，这个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如果要是包在这里说错什么东西的话，欢迎大家来指点啊。来吧，放马过来吧。对。史泰龙这个作为一个电影人呢，他的事业起点可以说就是从 Rocky 这个系列开始。在这之前他是一个无名之辈啊。根本没有人知道他的。嗯，完全可以这样说。斯泰龙这个先生呢，也算是比较忙的一个高产的电影人呢。嗯，他现在看他好像是他参演的电影有83部，然后呢，他参与的电影剧本写作有31部还是32部，就是说，其实他本身呢，除了做一个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动作派的明星嘛，他其实还是对电影后面的一些制作，对电影本身他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嗯，他还自己导演过9部电影啊，还是怎么？主要也是 Rocky 系列里面的这些电影。嗯，就是如果我们说跟史泰龙同时期的动作明星，比如像阿诺，对吧？阿诺这种人物呢，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演员，他对幕后的东西参与的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像史泰龙呢，他就是相对来说对幕后的东西参与就相当多，他并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浑身啊都是肉块的这么一个形象。那 Rocky 这个系列呢，它是第一集是1976年出来的，这个片子呢，它的导演呢是 John G. Avildsen， 他的编剧呢是史泰龙，主演的也是史泰龙，当时史泰龙是30岁。那之前就像你说的，他是一个基本算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电影人啊，无名之辈啊。嗯，那这个片子呢，就是在史泰龙的事业里面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电影啊。对，他那个时候就写了剧本，然后去那个好莱坞，然后就是人家想买他这个剧本来拍嘛，他说他不卖，他一定要自己来演，然后就是跟那个好莱坞 studio 说，我一定要自己来演。然后他为了就是为了要写这个剧本，他还就传说中他把自己那唯一一条狗给卖掉了，因为他时间实在就没有钱啊，这时候没钱吃饭是吧？穷的要命，他想让这个狗能带好一点，就把他暂时卖给别人。然后这部片子成功了以后，他想把那条狗买回来，是用了8倍的价钱，好像把这条狗才买回来。真的是不容易，这是真是不能说是用生命拍电影啊。这个就是一个明星的诞生啊。一个明星的诞生啊，就是你除了狗之外再就是得卖肾了，对吧？对啊。Rocky Balboa 在1976年刚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片子讲的就是基本上，我觉得为什么这个电影特别感人呢，可能也是跟他当时自己亲身体验和就是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系。嗯，因为这个片子写出来呢，也是讲社会最底层挣扎的这些小人物的故事，而且就是这个故事讲的特别真实啊。嗯，Rocky Balboa 呢，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他是一个底层生活在最底层的一个拳击手，打一场拳好像只能挣30块钱，赢了能挣30块钱、40块钱，输了能挣16块钱，就是这么个水平。当然在76年这个40块钱美金还是挺值钱的。是，但是怎么也是不可能让你过上非常奢华的生活啊。嗯，对。就当时呢，他就是从头到尾，这个电影从头到尾就是一套衣服，然后吃东西呢也是非常谨慎的。然后呢，因为生活特别窘困嘛，所以说当时呢，除了打拳这个爱好之外啊，他就是业余呢有个兼职，这个兼职呢就是给黑帮做打手。
收黑钱。嗯，你知道那个《教父》那个电影系列里面一开始考虑过那个史泰龙啊？啊，也是为了让他做什么？就是做像做黑帮里面的一个黑帮里的一个打手是对、啊、角色。嗯，然后呢，这个 Rocky 这个人物呢，就是说他本身的三观特别正，人特别善良啊。所以他这个黑帮做打手呢，他基本不打人，他总是跑去跟这些小生意的老板呢说，你看老板派我来打你了，我又不想打你，那么你多少给点吧。嗯，基本就是用这种态度呢做打手，让老板经常对他特别不满意嘛。所以他在这个小区里面混得特别好，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人嘛，心肠不错，对，三观特别正啊。而且在这个 Philadelphia 费城那一带的话，就是说基本上都是一个贫民区一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 Rocky 他是个就是一个意大利移民嘛，一个意大利移民的后裔嘛、嗯、所以就是说他们也是就是显示出就是就是这种移民的这种生活不容易啊什么的，所以这也有一定的这种移民文化在里面。当然现在我们中国现在是比较反意大利的嘛，是吧？所以我这部片子这个新的 Creed 系列不进来，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嘛。对，这个东西要与时俱进嘛，对吧？嗯、但是你说这个特别对，因为当时呢，就是这个电影呢，在费城，就是费德拉菲亚这个城市里面呢，他抓了很多城市的点。当然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在布景棚里面做的，但它反映了当时意大利就是移民比较多的那些住宅区啊，里面那些文化，比如说像大家晚上都出来喝酒啊，晚上都围着一个烧火的一个烧火罐子，大家在一起唱歌啊，然后搞点这些东西的，就是说把当时意大利移民的就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描写的特别真实。嗯，不像说的《教父》那个系列，那么《教父》这个系列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呢，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地下黑手党这个世界就比较玄幻嘛。嗯嗯。那么这边呢，就是非常朴实、非常扎实的这么接地气的这么一个气氛，就是大家就很接受这个电影里面描写的这个电影世界。Rocky 呢，作为一个拳击手呢，他也是不是特别出名，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下三流。这个时候就是在电影里面就是有一个特别大名头的重量级拳王叫做 Apollo Creed， 嗯，这个出现了我们现在要讲这个电影的关键词啊。嗯、Apollo Creed 呢，他是当时美国一个重量级的拳王，他有一个巡回的一个表演一个演出啊，就是这么一个采访访问赛。那么经过费城本来安排的一个就是表演赛呢，因为对手有什么事故的就不能够参赛了。然后当时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取消在费城的这么一个表演赛，或者是有另找一个拳手来跟他打。嗯，但当时呢，有很多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名望的这些拳击手都不愿意跟他打，因为就是不愿意输，不愿意出丑。嗯，对，不愿意出丑，对，因为跟 Apollo Creed 打呢，在当时呢就是基本上是一定要输的。然后呢，他经理人呢和就是这些就是训练团队啊，就是为他就安排一场宣传式的比赛。当时的宣传词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出来跟 Apollo Creed 打，然后就是说可以给他们这些无名拳手一个出名的机会嘛，就是说跟 Apollo Creed 打输了也不丢人，对于这些最第三流的拳手来说，但是至少你有名了，嗯，对不对？然后用这个东西呢来做炒作的点，然后就是选了Rocky。 选 Rocky 的原因呢，当时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这个名字起的比较硬派啊， Rocky Balboa。 他是那个他的号称 Italian Stallion， 就是意大利骏马。对，嗯，意大利野马哈。嗯嗯嗯。然后呢，就是在给就选择 Rocky 来打拳击的时候， Rocky 当时心里面也是非常不自信的，最开始说啊，我不想打呀，我不想输啊，我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呀，就有很多就是这种就是对自己的怀疑嘛。但后来呢，真正决定要开始比赛了，他这人就比较认真呢、啊、所以说他就开始认真准备，然后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就是训练的这种 montage 啊。嗯，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这些 Rocky 的锻炼的音乐啊，因为看 Rocky 最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还是跑几步就会喘呐、啊，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但最后两个人比赛起来的时候呢，就是 Apollo Creed 就没有意识到 Rocky 其实是真的做了准备来的，所以说这个比赛呢最后拖满了10个回合，而且最后呢 Rocky 还变成就是拳击史上第一个一拳击倒 Apollo Creed 的人。虽然最后 Apollo Creed 还是爬起来了。就是当时大家都觉得 Rocky 其实在这个比赛如果是继续进行的话， Rocky 绝对是赢的，
所有的观众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呢，裁判因为这是个表演赛嘛，所以裁判还是会判 Apollo Creed 赢。最后呢，大家就是觉得 Rocky 虽然输了比赛，但是赢了这场对决。这也是就是当时为什么觉得 Rocky 这个小人物特别振奋人心，变成了一个就是大家心中的这种励志片的一个代表。对，我记得我就年轻的时候，就是跟同学啊，经常会看这些就是 Rocky 这些电影啊什么的，然后就记得他那个吃生鸡蛋，一早起来那个冰箱打开，拿个杯子，然后好像是六个生鸡蛋，往杯子里面一倒，然后就开始喝那个生鸡蛋。然后我们也尝试，哎呀，真难喝，很难喝，我们也喝过，我小时候也喝过，也是因为电影这个东西受影响。对，而且就是喝生鸡蛋这个事情呢，从就是 Rocky 开始喝了之后啊，这个不知道，所以有一些其他朋友，如果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可以指点我吗？就是我觉得是 Rocky 先喝了之后，后来香港很多电影明星在这个动作片里面都喝生鸡蛋的。后来大陆的这些就是大家喝酒的酒局上面也生鸡蛋，后来喝生鸡蛋，然后里面。就是啤酒杯里面打个生鸡蛋，据说那个东西养胃啊，怎么怎么样，反正总而言之，大家就是因为 Rocky 这个电影的喝生鸡蛋喝了十几年，这个文化这个文化传播嘛，就是对对对，中美的文化交流嘛。嗯，然后这个片子呢，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热，它就是等于我们今天要说的话，就跟像什么《逃出绝命镇》啊，寂静之地啊，或者是像网络迷踪啊，就是同样类型的这种就是票房黑马。当时呢说，但是他可能更牛逼一点吧，因为他好像还得那个很多奖项的提名啊什么的。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这个片子当初排的时候呢，有很多外景啊，然后就是有很多团队嘛，就是电影阵容很大、啊、这个片子。但是呢，一共花了不到1 million， 在当时也算是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小制作嘛。当时在美国的首周票房开了就是5 million 的票房。当时票房大火，在美国总共的票房一共是将近120 million， 这跟今天的电影搞得都差不多了。想想这是42年前的电影啊。对，对吧？然后全世界的票房收入呢是225 million， 这是基本上仅次于今天的漫威一个随便什么电影，就是像什么蚁人之类的电影的话，估计也就是比这个片子稍微高一点。而且当时的话，其实说全球那个市场的话，其实没有现在那么大。很多地方不会上这种电影。我们大中华的话就没有进行收割嘛，对不对？大家都是看录像带看到的这种电影嘛。然后这个片子呢，就是因为当时史泰龙在这个片子里面的出色表演，这个剧本的接地气和这个导就是演出的各方各面的努力都非常非常的好，这个片子得到了奥斯卡的认可，得了3项奥斯卡，然后得了6-7项其他的提名。他赢的是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和最佳电影，好像是剪接吧。对，然后其他那项最佳的什么演员、最佳主演、最佳男主演、女主演、男配角、女配角、最佳的剧本呀，就是最佳的音乐啊，就这些东西都是得到了奥斯卡的提名的。所以说，当时就是在那一年算是奥斯卡的一个大赢家。70年代的史泰龙其实还是很年轻、很丑的，那时候还没有赚到钱、没有整容嘛，其实长得还是挺丑的。然后那个时候他的英文也不是很好，说话，反正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是听不懂在说什么。对，就是 Rocky 这个人嘛是这样，就是你看 Rocky 这个角色嘛，就是这个性格，他说他。基本上是没上什么学，就是他不知道什么关于什么科学啊，就是关于什么就是当今一些政治时事啊，就是他不是一个脑筋特别犀利的人。但是因为他的三观特别稳定，所以说他有自己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呢，就从他这个言谈举止上面体现出来。比如说他看街上有个什么人在做什么不好的事，他过去之后呢，他就闷闷呼呼的去劝解人家嘛，说啊你这样做怎么不对啊，比如再打个什么比较土味的比方啊，然后把人家给劝对了。就是这个性格呢，也是就是让 Rocky 就觉得这个人物呢有血有肉，跟我们大家特别接近的这么一个原因。就这么多年呢，史泰龙这个电影他在 Rocky 一共排了1、2、3、4、5、6，然后再加上 Creed 有2集他都出现，就 Rocky 这个性格总的来说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老好人，就是老好人。对，所以说这个感觉就是
几乎有点像成龙在他大多数电影里面出现的那个形象差不多，就是老好人，笑眯眯的，然后有自己的那种土味幽默感。嗯嗯嗯，就做人也不是特别犀利，就是闷闷糊糊的，就是特别容易被信任。嗯，你看这个角色和演员真的是在台前台后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形象啊。但我相信就是 Rocky 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呢，史泰龙当时因为他也是属于电影大环境里面最底层的一个挣扎小人物嘛，嗯，所以说当时他的做人啊，他就是一些自信心啊，或者他这些很多细节呢，应该也都是跟 Rocky 这个电影人物比较相似的。但是后来他变成大牌了，像什么第一滴血啊，然后 Rocky 越拍越赚钱啊，再后来他给了我们那么多其他的娱乐片，比如像什么什么悬崖飞跃呀、拆弹专家呀，就是这些片子都出来了之后，最近还有这个什么敢死队系列啊，啊还有那个脱狱的那个什么来着。对，脱狱就第一集跟施瓦辛格一块拍的，第二集就变成黄晓明了。对，他那个脱狱脱了好多次啊，他就是在电影里面，他虽然说各种电影的就是灾难环境不一样，但他的电影呢基本就是味道都相似。嗯，就是他这个孤胆英雄进去之后，在这个绝无可能生存的环境里面做困兽斗，最后就是把无辜的老百姓都救出来，就是他的电影格式感是非常强的。对，所以 Rocky One 算是一个比较偏文艺性的一个电影，然后从那个以后，从 Rocky Two 以后就开始比较商业化了。嗯，对，因为 Rocky 一的话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个美国电影，它更像是一个就是今天感觉的一个欧洲电影。嗯，因为这个片子 Rocky 这个系列在第一集的时候啊，它并不是以拳赛为主题的，它其实是以人为主题的。嗯，拳赛只不过就是这些人碰巧他们的职业。嗯，对吧，就是整个这个电影里面你看他就是为了生存做的这些事情啊，他混黑帮的这些事情啊，其实都是跟拳赛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嗯，这是为什么这个电影就是在当时这个电影大环境里面脱颖而出嘛，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是一股清流啊。嗯嗯，那么1976年电影大成功之后呢， Rocky 就是二是1979年拍的，就是只隔了三年。嗯，三年时间也挺长的，说实话。对，拍这种片子的话，因为没有像现在这些电影屏幕上的后期制作啊，就是后期制作基本上需要12个月啊，嗯，对吧？所以说没有这个后期制作的话呢，基本就是这片子拍下来大概有2-3个月就屏幕上的时间就拍完了，然后做一些剪接啊什么的。其实主要是前期的准备比较长嘛。Rocky 系列呢也是值得提一下的，也是就是电影史上比较少见的，就是说它演员的延续感非常强，在这电影里面第一集里面出现的人物呢，他尽量延续使用，整个这个电影系列里面呢，基本上是不停的在使用第一集里面出现的人物，或者前期里面出现的人物。嗯，这是人物上比较真实，因为这些都是就循环使用的嘛，演员。嗯嗯，79年呢，第二集里面呢，就是说这故事就不一样了。Rocky， 但是这个 Rocky 的这个土味还是没有变，就是他在跟拳王比赛之后呢，大家都知道了，他就是虽然说输了比赛，但是赢了对决嘛，所以说他名声大振嘛。这个时候呢，经济呢也是一度好转，突然有钱了，开始穷人乍富了。你们看一看 Rocky 作为一个就是老百姓，他是怎么乍富的啊？他就是买了很多表啊，买了很多好看的衣服啊，然后买了辆新车啊。然后呢，就是他第一期里面喜欢的那个女朋友呢，就是现在也就是他要向女朋友求婚，然后就是做各种各样有钱了之后他自己想过的这种幸福生活的事情。但是呢，他就是脑子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我现在有名了，会有人来找我拍广告。但这个广告呢，在拍起来之后呢，就很失败，因为他就是因为他的三观啊，影响他是对这个广告拍摄的参与啊。嗯。就老电影的就是广告导演跟他说，哎，你要这样做啊，然后他说我不能这样做啊，这样做不对啊，或者说我不能这样做，这个东西明显是假的呀，就是结果最后大家都是觉得广告对于他来说呢就是不合适，所以说他就没有广告收入，最后呢还得找工作。但是他呢就是不想打拳呢，所以说最后呢他在一个肉制厂里面工作，这样才会出现后来我们看到就是 Rocky 在练拳的时候呢就不停去打那些死猪啊。嗯嗯
对，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故事的另外一面呢，就是说曾经跟他斗过拳的这个 Apollo Creed 嘛，就是非常不满，因为拳击界经常就是取笑他，因为他几乎是输给了这个无名之辈嘛。嗯，然后呢，对这场比赛的风评呢很不满意，每次看到报纸有人提起这一段的时候，他就会比较丢面子嘛，然后就执意要跟 Rocky 重新进行比赛。然后这个 Rocky 呢已经对拳击感觉没有兴趣了，不想再继续打了，但是在这个 Apollo 执意要求之下，他就而且他现在生活又没不打拳又穷了嘛，所以说就是很多人跟他说，你看你要打这个拳的话你会挣很多钱呢、啊、因为第一场比赛的原因，第二场比赛一定会非常红火的，所以说他就同意了再重新进行比赛，然后呢就是重新还要进行训练，要重新找回自己在拳赛上的斗志，这个斗志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这个 Rocky 电影系列里面，这个斗志都是取胜的，一直都是赢得拳赛最重要的原因。然后呢最后呢两个人终于又开始比赛了，然后这个比赛呢开始了之后呢， Rocky 凭借自己的这个决心呢、啊、非常朴素的这个战术呢，最后他终于就是赢得了胜利，打倒了 Apollo Creed， 这回是真实打倒。Rocky 在打拳这方面他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人，就是说他在第一次跟他打完了以后，他知道就是说他是就是打 Southpaw 的嘛，就是左拳嘛、左拳在前面的嘛，所以就是说经常会给 Apollo 打脸，所以他为了就是说要更好的保护自己，他就换成以右拳为主的那个打法，然后在这期里面就一直用右拳为主，但是到最后一回合他又换回左拳为主，然后就是出奇的就是击败了那个 Apollo Creed，所以他还是挺有战略的一个人。对，我在看就是 Rocky 这个系列的时候啊，很明显就是感觉其实他心里面对打拳是非常有数的。但是电影里面呢总是说他在打拳的时候呢没有取胜的意志，一定要经过这些就是他家庭人的激励啊，或者是他的就是训练他的人给他就是脑海里面的这些烘托啊，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意志炒起来，不然他本身是没有什么战斗的意志的。其实他本身不是特别喜欢打拳，虽然说在打拳上面是一个天才啊，就是你看他的这些战术啊这些东西，他说他自己想出来的，就是很少有就是其他人跟他说你应该这么打，然后他学会的，就是我觉得在打拳方面呢 ，Rocky 非常像郭靖，你知道吗？就是死练是吧？人家练一天，我练一个月，反正练出来为止。算是吧，就是在打拳方面呢，就是他并不是一个就是战略和战术上看起来很灵，给人感觉非常有压迫感那么个人。就大家看他在练习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体力上的练习，就是他在就是费城里面跑步啊，然后那个就是噔噔噔噔噔，就是那个音乐开始啊，然后就是全城的小孩都跟在他后面跑，最后他跑的就是费城那个很著名那个广场那个位置的时候，全城的小孩都在后面跟着他，就非常激励人心的热血沸腾的那个就是锻炼身体那一段、啊、是这个电影的高点。相反那个打拳的过程中呢，其实倒是看头不是那么多，反正这是我个人感觉啊。这个电影呢在当时呢1979年呢就是花的钱就比较多了，花了$7 million，就是相对于第一集来说呢，就是大家的片酬估计都上去了吧。制作成本呢和就是这个制作电影的复杂性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这个导演呢也变成了史泰龙自己，这个剧本呢也仍然是史泰龙自己写的，原班人马呢就是原封不动的出现。片子呢在美国呢开映的首周票房呢是$6.4 million，然后呢全世界呢收入是$85 million，是第一个周末，这在第一个周末在当时算是就是非常非常红火了，你看全球收入将近$100 million，在1979年，然后最后呢全球的票房收入总共加在一起是$200 million，这是Rocky 第二集。好像还不如第一集啊。你如果是说不如第一集的话，指定的，因为第一集呢，就是有给大家一个就是打开眼界的一个新鲜感。就是说第二集呢，只能在原作的基础上炒作。你只能说就是说这个电影在第二集呢，就是增加了一些动作性嘛，就是说这个电影有稍微多一点的关于打拳方面的情怀，但是仍然是按照第一集的构架和配方来的。所以说呢，没有在第一集上基础上有特别实质性的超越和突破。而且它最后一个就是娱乐片的话，它其实娱乐性并不强。对，因为第二集的话，
就是这个 Rocky 这个片子它本身它是文艺片，它不是娱乐片，你如果是把它跟像什么第一滴血这类片子放在一起比的话，那当然是第一滴血看起来更热血沸腾，因为里面有枪战啊。第一滴血第一集也是个文艺片啊，到第二集开始才变成商业片的，跟这个系列一样其实。嗯，但是第一集写在这个电影、嗯、这漫长这个电影过程中有很多丛林战啊、嗯、设各种各样的就是丛林里面的机关啊，就是 Rocky 就不是 Rocky 了，就是就是 Rambo 对吧，兰博他从树上掉下来啊，然后用针缝自己的伤口啊，就这些血淋淋的这些视觉刺激啊，嗯，就是在这个贯穿整个电影。但是在 Rocky 呢里面呢，就是说这片头都不打一场的，就片尾打一场、嗯，这个电影是吧？九十分钟啊，或者一百分钟啊，就最后十五分钟是有拳击的，前面全部都是人物晃来晃去的，就是交谈啊、买东西啊、跟他身边的人的各种各样的交互啊，全部都是这些东西。嗯嗯。然后走入八十年代以后呢，这个 Rocky 系列就是应该是最火、最火、最红的一段日子了，也就是 Rocky 三和四的这个年代，也是票房最好的年代了。然后这个时候八十年代的史泰龙已经整容整完了，已经跟看上去是两个人了，英文也好了很多了。嗯，对，而且他的片票就是这个电影里面呢、嗯、他描写的人物也变化了，这是非常聪明的一点。就 Rocky 3呢是1982年出来的，这个时候呢当然了史泰龙已经是一个名满天下的动作人了，动作电影、嗯、人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电影里面呢也是完全按照他现在这个节奏来的，就是说他已经获得了拳王称号了嘛，然后已经就是卫冕成功已经六届了、嗯、这个时候呢他已经不需要真的打拳了，就是说跟他打拳的人呢基本上都是说跟他打就输，很多后来电影里面就是安排解释这个情况，就是说其实很多都是打不是打假拳，但是安排的就是安排谁跟史泰龙打，这些人都一定不会是史泰龙的对手，嗯，就是为了帮助他能够继续就保持拳王的称号。当时呢他又做很多各种各样的表演，就是募捐的表演赛，他打很多表演赛，因为他三观比较正嘛，是个好人嘛、嗯、对吧，所以说他这个广告收入源源而来，而且就是收入特别可观。这个时候呢他在 Rocky 3里面出现了一身笔挺非常修身的合身西装啊，然后呢他这个房子换得非常大呀，开名车呀，然后说话呢感觉就更像是一个银行家而不像是一个拳击手了，还买了个机器人。对，还买了个机器人。那个机器人是很有梗的，你知道吗？当时是非常出格的一样东西。嗯嗯、然后呢他把他自己就是夫人的哥哥吧，算是他的大舅哥、嗯、带到自己的团队里面来，然后大家仍然是一个家庭风格的一个小团队。然后呢他这个训练呢本身就已经比较放松了，每次训练的时候都有这个噱头或炒卖点的这么一个这个梗，就是电视台呢总是跟着他。这个时候呢出现一个新的挑战者，名字叫做 Clubber Lang， 他的演员呢是 Mr. T。 嗯，你好像是个摔跤手啊，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哦、我不知道，反正那集里面有打一个摔跤手，是那个 Hulk Hogan。 对对对，他就是两个人在、嗯、怎么说呢，做广告宣传的时候做的这种表演赛嘛，就是为了募捐，为了非洲孩子这饿吃不饱东西来打表演拳。那就是很那最电影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跟这个就摔跤手两个人做表演赛，那就是很明显的，当时就是说这个东西都是假的，连摔跤手上来了之后表示的那些就骄阳跋扈的这些态度啊，或者是其实都是假的。最后两个人呢都是非常好的人。但在这集里面，就是明显有一个坏人在这个片子里面了，就是 Mr. T 演的这个 Clubber Lang。他在这个片子里面是属于一个坏人。之前 Rocky 1和2的话，其实 Apollo Creed 都不算是一个坏人，只能算是一个就是很强劲、很有性格的一个对手。嗯，这个我是很同意的。而且你说就是在第一集和第二集里面 Apollo Creed 呢，虽然说他也是重量级拳王冠军，但是呢他看起来就是那种非常有文化、受教育良好、生活环境优越，然后自我优越感也非常强的那种人。其实那个社会地位呢和那个态度环境呢，就是很像 Rocky 3里面的 Rocky 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感觉，就是赢的时间太久了。嗯，对，他已经就超越了就是还在拼搏还在挣扎的这个拳击手的这个环境了。那么这个他的大反角呢，他这个对手呢就是 Clubber Lang 呢，就是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取胜意志非常强非常饥饿的这么一个拳击手，在黑人的就是小拳馆里面练拳啊，嗯，对吧，然后就是非常想赢，然后挑衅性非常攻击性非常强。
那么两个人最开始的时候进行一场比赛呢 ，Rocky 就是非常明显的意识到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因为对方呢就是实打实的在训练，而且真的有取胜的意志，而他自己呢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说就输了，而且呢失去了自己的教练 Mickey。是他从第一集里面开始的这个老头的教练嘛，在这个电影里面呢就是去世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Rocky 就失去了教练，然后失去了比赛，然后又受了伤，在这个沉迷中呢要振奋自己，然后呢也还要重新赢得家庭对他的支持啊，就是有很多个人在生活方面呢需要振作时候的挑战。这个时候出现了他的老拳王对手，就是 Apollo Creed 就出现了，说这个时候我来帮帮你吧。然后他 Apollo Creed 来做他的教练，教了他一些，展示了一些就是黑人拳击的时候的这些训练的这些技法和特点的这些小技巧。这个时候呢他这增加了一些学习，在这里面他学会了左边和右边来回跳啊，就是教他一边跳舞一样的把自己的步伐搞灵活嘛。嗯，最后呢就是帮他寻回了这个取胜的意志，关键词是老虎的眼神嘛。嗯，一定要有老虎的眼神。然后呢跟他就是在重新练习了之后，两个人一起练习，最后 Rocky 重新得到了取胜的意志，然后再打拳的时候他就赢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那么这个片子呢改变了 Rocky 一和 Rocky 二的这个配方和结构。这个片子呢就是里面有两场拳赛，第一场拳赛是输的，第二场拳赛是赢的，这是变成了后来 Rocky 电影里就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构架。对，然后这个老虎的眼睛，这个眼神，这首歌也就变成了，就是到现在为止，就是你在健身房里面也能经常听到，反正有人在只要在做训练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着耳机听这首歌。对，就是当时就是看 Rocky 这个电影的时候，刚看完之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出来之后就是斗志昂扬的，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是呼吸都深了很多。嗯嗯，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在街上走的时候都挺胸扬头的。对，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票房就是比较好，大家做一个上升了嘛。然后这个票房好像全球最后是多少来着？将近300 million，270。对。对，就是我估计那个时候的电影啊，如果想把票房挣满全球啊，就像今天啊，票房挣满就是大概是1亿吧。当时好像是300 million，应该就算是一个票房一个封顶了。嗯，想超过300 million不是这么多，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全球就那么多电影院，一张票就8块钱，对吧？嗯，那时候可能还没那么多，没那么多，那时候对对对。然后就是 Rocky 四呢，是在1985年啊。1985年也是隔了3年，就是每3年一个电影，非常稳定的。Rocky 四呢，仍然是史泰龙做导演，仍然是史泰龙做编剧。这个时候呢，他已经39岁了啊。嗯，就是 Rocky 一出来的时候他30岁 ，Rocky 四的时候他39岁了。这个故事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跟我们今天像看漫威啊，或者看就是超级英雄的电影呢，就是感觉就是。它的难度和挑战问题点都是相似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无敌的拳王，你怎么才能够找到下一个敌人，就是说不停地在制造人工制造新的敌人。嗯，当时的那个电影环境1985年也是属于冷战比较强的这个味儿的这个文化环境嘛。嗯，Rocky 的对手呢就变成了苏联拳王。嗯，变成了一个有民族气节爱国情怀的这么一个电影啊。那时候也是那个苏联拳王是那个 Ralph 的 Dolph Lundgren 演的嘛？对 对, 对 ，Dolph Lundgren 他其实也是说起来是我师兄啊，他是悉尼大学毕业的，他是来悉尼做留学生的，嗯，然后他在读大学的时候还做那个还帮人做保安。当时他就有就是这种像什么就是健身或者摔跤之类的这个苗头吗？肯定有啊，不然这个肉怎么长出来的？挺不容易的。当时你看，哎，当时你看，Ralph 好年轻啊，在那个电影里面。对，然后他那个肌肉感就好像是那个机器造出来的那感觉一样，往那边一站就像个机器人一样，一块块方的那个，对啊，肌肉都是方的。对，然后就是故事呢讲就是说这个苏联拳王啊，就是名字叫做 Ivan Drago。嗯。Ivan Drago 呢是怎么说呢？是就是苏联国家的国家荣誉啊，算是苏联最能打的这么一个拳王嘛。当时很明显就是感觉好像是属于像我们国内以前就是文革环境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国家荣誉，就是国家捧，
然后他的老婆呢也是政府给安排的，对不对？他的就是在军队里面的这些身份啊，他的生活环境啊，完全都是因为你给国家取得了荣誉啊，是国家的就是荣誉象征啊，所以说才附加在你身上的，就是很明显有那个感觉的。就是他自己呢不会说英语的，在当时就语言呢没有办法跟很简单的会，对，很简单，只能说几个词。I will destroy you 。然后啊，夫人呢，一看就是一个外交官一样的，长得又漂亮，一个就是六英尺高的一个 blonde， 然后就是说话特别，就是所有的话都是他夫人替他说的。他以前好像也是一个运动员，好像是个游泳冠军，然后政府、那个、对政府安排给他的，对，然后就是反正总而言之呢，是一个派过来挑战美国拳击界的这么一个举动，当时呢出现呢，就是说这是我们苏联最强的人，然后说当时好像是一个普通的拳击手的话，如果是一拳出来的话大概是800磅的拳力啊，那么他这个 Ivan Drago 这个苏联拳王呢，一拳打上去就是打在那个测试仪上出现的他的拳力是1800磅，后来还打出来过2000磅的这个成绩，就是给人感觉看七龙珠那个感觉，有没有？他就是那个苏联靠那个科技什么的来帮他注射液体啊，什么各种东西嘛，制造出来的这种强人嘛。对。然后后来那个周星驰的那个《少林足球》里面那个魔鬼战队也是的嘛，在水底训练啊什么，然后给他们注射什么东西，反正就把他们变得像超人一样的，就这个感觉。其实这是一个苏联队长，对吧？对对，Captain Russia 是吧 ？Captain Russia， 对。嗯嗯。然后呢，这位老先生呢，就是以怎么说呢，就是不对，他应该是 Winter Soldier 嘛，对吧？不对啊，苏联队长其实也是用那个药做出来的嘛。Winter Soldier 不是就苏联做出来的吗？对，但是还是有一条胳膊，好像是。他这是全部100%是肉体啊，然后呢，这位先生呢跑到美国来，原意呢是要跟 Rocky Balboa 进行挑战，但是呢 Rocky 不想打，因为 Rocky 也好像是挺清楚的自己打不过啊，大家都不想打。这个时候 Apollo Creed 呢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想打，想为国争光，然后呢，这个Apollo Creed 当时这个环境就是他已经退休了，其实就是他在训练是他Rocky 的时候他就已经退休了。那么这个等到这 Ivan Drago 出现的时候，苏联拳王出现的时候，他已经退休5年多，没有真的进行什么比赛了。但是呢，他为了国家的名誉呢，仍然就是去参与这个友谊赛。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很明显感觉最开始他跟 Rocky 两个人拳赛的时候，觉得他好像作为黑人是个大块头嘛，对吧？在把他放在就是苏联拳王面前，感觉他就是小矮个，就多少有点这个姚明和另外一个明的感觉，郭敬明是吗？然后呢，比较夸张的，对，比较夸张，对，但是呢，就是很明显感觉就是苏联拳王呢，因为这个训练啊，和因为这个造战斗机器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准备啊，所以说他的压倒式的强劲啊。是不到2个回合就把 Apollo Creed 打倒，然后打死了。然后呢，这个事情就在美国的拳击界呢引起了一个非常强悍的震动啊。然后 Rocky 当时呢是在这个比赛边上的，他看到 Apollo Creed 在第一个回合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明显不支了，但他想终止这个比赛，但是呢，就是Apollo Creed 坚持说我要把这个比赛打完，不要终止这个比赛，因为我作为一个拳手，我是有这个荣誉的。结果呢，Rocky 就没有终止这场比赛，然后呢，他的朋友就被打死了。所以 Rocky 因为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的深深自责，然后又进入了一个就是比较标准的，就是这种情绪低落的这个电影桥段里面。在这个电影呢，大概在40分钟到70分钟之间，他应该就是总的来说是比较颓丧的。这就是很商业片的一个构造嘛。上一集里面他的老教练要死，这一集里面就是 Apollo Creed 要死。他们不死的话，就是没有办法激起 Rocky 想作战的这种情绪嘛。对，每一集要牺牲一个人，对吧？就是说 Rocky 这个时候他就是 Avenger。然后呢，就是最后呢，他决定向 Ivan 挑战，然后就是说在他朋友的就是这个倒下的地方呢，重新把这个荣誉再夺回来。然后呢，他就是得到了 Apollo 以前的这个教练的帮助啊，据说那个人呢还是就是收养了 Apollo Creed， 所以说算是 Apollo Creed 的这些拳击能力的来源。
是吧？重新又开始锻炼身体，又锻炼了15分钟身体，然后再继续呢去苏联跟对方进行较量。最后呢，当然就是说他赢了。当然 ，Rocky 是从来不输的。赢了的这个感觉好像是这个 Ivan 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是比较惨。最开始的时候感觉好像他特别强啊，最后等到 Rocky 变得跟他一样强，两个人进行打的时候呢，也是 Rocky 很明显就是因为对手比他高很多嘛。嗯，所以说 Rocky 的拳是打不到对方身上的，对方可以很轻松的就打他的脸啊。嗯，最后呢，他也是使用非常朴素的自己这个战斗技巧呢，就是要挨打，然后欺近对方，然后就是左右手交换，最后终于把对方打倒了，就是这个意思。嗯，但是换来的代价也是挺厉害的，就是他就是基本上打出脑震荡了。嗯，就是有一些真的受伤，导致他就是必须得退出就是拳击的这个行业了。对。嗯，然后 Rocky 3和4它的拍摄其实是挺有意思的，整个电影下来估计是 70% 左右都是在蒙太奇，都是用蒙太奇来拍这个电影，所以就是说他其实就为了是振奋人心在拍这个电影，其实他的故事是很简单化的，他就用这些锻炼的蒙太奇啊，或者是就是心理斗争这些蒙太奇配着音乐来做这些电影的。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看一下的话，可以去注意一下，其实很多镜头都是用蒙太奇来拍的，所以这电影拍的其实还是挺快的。嗯，对，就是因为这电影本身并不需要特别大的创新，嗯，只不过是换一个更强的对手，死一个不同的人，然后 Rocky 本身他走过的这个情感路线，这个电影里面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么个曲线。但是他的训练内容变化了，在这一集里面呢，他不像第一集，就是他在费城，就是在费城街道上面跑啊，然后就是很朴素的去，他经常拿个大锤来去砸东西啊，是他锻炼身体的一个方式，跑步呢是他的一个方式，另外呢就是说他会就是比如说抬着一个长长的一条木头，然后在地上做蛙跳啊，做类似这样的训练，他是不在健身房里面训练。嗯，第四季里面基本上都在那个冰天雪地的那个苏联在做训练，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对，苏联还是阿拉斯加，反正总也是在冰天雪地的地方进行训练。然后呢，就是说苏联那个冠军呢，就是在健身房里面跑那个跑步机嘛，他就会在冰天雪地里面去爬那个雪地上的爬坡，去爬山坡，在山尖上面跑啊。总而言之 ，Rocky 这个电影它的精华就是他锻炼身体嘛。嗯，这个片子呢，在当时的票房也是属于得到了成功的。它的制作成本呢是30 million，这已经开始算是大制作了。那么在首个的票房首个周末呢，在北美是20 million，然后最后呢，全球收入是300 million。嗯，应该是票房最强的一部了。嗯、应该算是票房最强的一部，对，嗯嗯，也是我们大家能够记得住的一部。就是大家都记得住的一部，因为三和四，它如果你回去看的话，你闭上眼睛想不起 Rocky 的，就是宣传海报的话，那么 Rocky 站在屏幕前面，手里拿着一对拳套，三和四看起来很类似。我今天看那个海报，三和四我也经常弄混的。四的话就是美国打苏联嘛，这个就是爱国情绪很强的嘛，对，但对当时美国人来说，嗯，对，那就跟今天我们的战狼差不多，对吧？有点那么 Rocky 5呢是1990年的，这跟 Rocky 4呢其实也不差那么多啊，但是打破了3年一个电影的旧格局，这隔了5年。这个时候呢，史泰龙已经是44岁了。那么在这个电影里面呢，他这个 Rocky 这个角色呢也已经40多岁了。那么40多岁的拳击手呢，在就是职业拳击这个大环境里面基本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故事呢总的来说也是向前跨了一步。这个导演呢重新用回了第一集的导演，也是怎么说呢，就是在做故事的时候呢，他已经体会到了，就是说我当时感觉就是看 Rocky 5的时候呢，这个 Rocky 应该就是要结束了。嗯，对，他本来是想本来是写他在这部里面死掉的。哦，嗯嗯，这个我都不知道的啊，最后还是没有死啊。对，最后没让他死，因为他是这个编剧呢，还是斯泰龙自己，所以说他基本上不会愿意死。我觉得他在电影里面后面就6、7、8就没有了，而且斯泰龙他从来不死，他在电影里面，嗯，他也没死过。其实他在那个第一滴血的时候，就是在最后也会死的，应该是最初的那个剧本的话。嗯，第一血最后是被上校带走了嘛？对，他本来是要死的。
就最后想想觉得别死了，还有续集呢，对吧？嗯嗯。当时就已经有很先进的，就是拍一个系列的这么一个就是商业角度的思考了，像今天做电影世界一样。嗯、一个片子一旦做成功了的话，可千万别完事儿啊。这就是一个 IP 嘛，其实你看，就是史泰龙，就包括，这十年二十年里面，就全部都在炒冷饭嘛。嗯，像什么敢死队啊之类的，也是，就是说硬生生做出一个系列来嘛。嗯嗯嗯。那个系列本身就是在炒冷饭嘛。嗯嗯，对。Rocky 五呢，讲的就是说他在第四季里面打败了苏联拳王，然后他就自己受伤了，就不能真的再继续参加拳击比赛了。嗯。那么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费城住一个小屋子嘛。回到他普通人的生活，那么呢，他就是意识到呢，就是虽然说他打拳击呢，他挣了很多钱，但是他那个会计偷他的钱进行投资失败跑路了，就是他的钱就都找不回来了，他其实就是没那么多钱。其实在这个系列里面，就是最坏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大舅子，每次他经济上出问题，都是这大舅子的问题。就是怎么说呢，猪一样的队友，对吧？对对。然后最后就没办法，他就是他后来，在后来他在 Rocky 在他这个电影生活里面，他反正开了一个餐馆，嗯，然后但是他当时呢，就是说他业余时间呢，就是但是他还是热爱拳击的，所以说呢，他在业余时间里面呢，他就是牺牲了陪家人的时间，他就训练了一个比较有天分的年轻拳手，是叫做 Tommy Gunn， 嗯，这个 Tommy 呢也是个白人。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非常有斗志，然后他好像是在这个 Tommy 身上看到了自己啊，然后呢，他就是出任了这个当初 Mickey 那个角色，嗯，他自己作为拳王呢，他就是坐在健身房里面，大家对他都是很尊敬的吗？就是大家见他都说，哎 ，champ， 嗨 ，champ， 大家都是跟他叫冠军的吗？嗯，对不对？所以他自己很有存在感的嘛，然后他就训练这个年轻人。但是这个年轻人呢，在学会了他就是这一套战术啊，就是这些训练的基础啊，成长了之后呢，就是非常希望去急于参赛。嗯，哎，什么时候我跟谁打一天、打一顿啊？什么时候我跟谁打一场啊？然后他的态度呢，就总是保护年轻人，就是哎呀，你现在还没有 ready， 你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就是总是在说这些事情，就是感觉好像是跟我们看过什么 Million Dollar Baby 那个感觉差不多啊。嗯。就是老头子总是非常了解非常熟悉拳赛中的这个残酷感，所以说总是情不自禁的想去保护年轻人，所以说不想让年轻人不停的去参赛。这个时候呢，就是年轻人身边就会有一些就是商业情怀比较强的一些经纪人啊，就会出来说，你看你现在已经可以打了，为什么不跟谁谁谁打一场啊？然后就跟他说，如果你要打的话，你就会有这些什么商业注意力啊，大家都会认识你啊，都会知道你是个明星啊，你一定会赢啊，就会说这些事情，就把这些年轻的拳手呢引诱到拳赛中间去。然后那个汤米呢，基本上就是说被金钱和这个名誉的诱惑下呢，就离开了 Rocky， 就是投入了拳击经理人的怀抱。最开始呢，就是赢了几场比赛，名声大振。然后名声大振了之后呢，就是他在电视上就说啊，我就是非常感谢，就是我今天有今天的成就，全都是因为我的经理人，而不是因为Rocky 是就是教他拳术的这个人嘛。嗯嗯。所以说 Rocky 在看电视上非常就是为汤米赢得了拳赛非常感动，就是非常欣慰，非常非常激动，非常高兴。但是呢，最后呢，听到汤米说啊，我就是最真正感谢的就是今天能够得到今天这些奖杯啊，这些就是因为我的经理人给我支持，他就是在心理上他就是有一些失落，对吧？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汤米呢，虽然说他就是得到了一些名声，但是就是业界的评价呢，就是说你其实就是跟当年的 Rocky 呢是差远了。就是汤米虽然说赢拳赛，但是他心里特别不平衡，然后在不平衡这个心态下呢，他回来找 Rocky， 在这个 Rocky 经常去就是聊天的这个酒吧里面找到 Rocky， 一定要跟他对决，找回自己的面子。这个 Rocky 呢，就是说他已经说了不回拳击场去打，最后就跟他在街头打了一场，嗯，这是一场没有拳击套的一场对决。当然了。Rocky 呢是不输的，所以说最后呢，他在这个拳击就是街头拳击赛里面，他还是打赢了比他年轻，多少岁的就是新冠军啊，就是他还是在街头比赛赢了。所以这一集可能也是就 Rocky 系列里面最差的一集，就是因为他的高潮不是在那个拳击场里面发生的，而是在街头发生的，所以就是大家对这点特别不满意。对，另外一个比较就是、嗯、注意就是他跟就是以往的 Rocky 电影作品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没有
Rocky 锻炼身体的，就是重心。嗯，最后呢 ，Rocky 是因为情绪低落而愤愤不平，然后才会去跟 Tommy 进行对决。那么 Tommy 锻炼身体呢，跟 Rocky 锻炼身体，对大家的这个情怀的烘托力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 Tommy 在这个电影里面，基本其实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坏人，他是个临平师嘛。嗯。对不对？所以说大家都是就是不是会喜欢 Tommy 的，所以说对 Tommy 的这后期的他这些成功啊，也不会得到这个情怀上的振奋感。所以说呢，这个片子呢，他其实是希望能够结束这个电影系列，所以说回到这个电影的根里面去，想把 Rocky 呢描写成一个就是不是拳击手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但是呢，最后呢，在就是赢了电影，失了票房。这个片子失败还有一点，就是他另外一条主线是说 Rocky 跟他儿子的关系，然后演他儿子的就是史泰龙自己的儿子，嗯，来演一个小孩嘛，就是 Rocky Jr. 嘛，叫 Robert Rocky Bubble， 然后他就是因为好像觉得父亲对这个 Tommy Gunn 特别的喜欢，老是跟他在一起，帮他训练他什么的，然后从来不来陪练自己，自己在学校里面被人欺负啊什么的，但是他好像觉得，哎呀，我爸爸是拳王，但是不教我一点拳术啊什么的，他就觉得好像很失宠那感觉，这条主线，然后主要这个他儿子也不是一个好演员什么的，所以就是大家对这个人物也不是特别的喜欢。当你有一个电影里面，他除了 Rocky 以外，另外两个主要人物，一个 Tommy， 一个这个小孩，都不是特别讨人喜欢的情况下，所以这个票房就是不怎么好。对，这也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这个父亲跟儿子之间的关系不好，觉得父亲呢其实更喜欢其他人，这个梗其实是完全可以利用的。可是当时这个小年轻，这个小孩呢，可能就是因为他是裙带关系得到了一个角色吧，就是他其实并不是一个演员天分很足的这么个小孩，所以说这个小孩身上的感染力不是特别强，再加上这个片子呢改变了 Rocky 整个这个成功系列的配方，导致大家对他有点排斥。所以这个片子呢，就是虽然说造价很高，因为史泰龙当时的片酬实在是已经下不来了，对吧？但最后这个电影的票房呢，其实只有119个million，其实连就是最高峰 Rocky 四的一半都不到，嗯，只有三分之一啊，可以这么说，嗯。后来呢，就是第五集 Rocky Balboa 算是 Rocky 系列的真正结局了，一等就等了16年啊。嗯 ，Rocky Balboa 出现的时候我已经在悉尼了，他是2006年出来的。导演呢还是换回史泰龙，就史泰龙就是想给自己给自己这个电影系列安排一个结局吧。嗯，就是说明白了大家为什么喜欢 Rocky 呢？其实原因是因为想看 Rocky 打拳，想看 Rocky 训练身体。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就重新给自己写了个剧本，又回到了原先那个配方上，就是夫人去世了，这个 Rocky 呢就是觉得退休的状态非常空虚啊。他虽然仍然努力帮助他身边的小人物，但是他这个小餐馆呢也不是特别成功。他的儿子长大了，现在已经有工作了，但是跑到城市里面去做一些什么银行啊，就是这些办公室之类的白领工作。然后呢也非常避讳他，因为这儿子觉得他爸爸作为一个退休的拳王呢，就是这个名声压力对他来说是一个阴影。这个也是个经常使用的一个梗嘛，对不对？他总觉得就是他自己不管做的多好，但是人家好像就是对他的那个承认感都是因为他是 Rocky 的儿子。对，不管怎么说，就是你工作做得非常好的时候，哎，好像你爸是 Rocky Balboa 哈啊，那我什么时候跟你爸爸聊聊天啊，合个影啊，就是让他觉得自己很没有存在感，嗯，对吧？然后当时呢，有一个拳王叫做 Mason， 这个 Mason 呢，就是有非常好的战绩，但是名声不是特别好，好像就是说情商不是特别高，在属于一个比较叛逆形象的那个人物嘛，嗯，对吧？然后呢，就是他身边的人，就是他比较愤怒的原因呢，是因为有一个拳击的游戏。这个拳击的游戏里面呢，有就是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拳王的这些评测呀，就是一些人物的形象都坐在这个游戏里面了。然后呢，他本人呢被坐在这个游戏里面呢，他发现他这个各种各样的天赋值啊什么的，都离这个游戏里面的 Rocky Balboa 就差很多。然后他在真实生活中就觉得非常愤怒，一定要找 Rocky 打一场。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挺好的。他主要也就是一个商业安排，他其实本人的话，他觉得要打个60岁的 Rocky 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光彩的事，但是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因为就是被新闻啊被媒体炒得特别厉害，所以就每个人都想看，哎，如果就是 Rocky 真的出来跟现在这个拳王打一架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成绩嘛，对对，然后就想看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 Rocky 看到了也就特别有点心痒痒啊。嗯，对，你说这个东西就好像说，哎呀，两届拳王都是大家都知道的，就跟当初我们聊的那个天叫什么，就是The Battle of Sexes， 嗯，性别之战，嗯，就是有感觉嘛，就是说旧的网球冠军和新的冠军两个人打一场，看看是什么感觉。另外一个就是好像说我们你一提起来，最开始我们说美国队长跟钢铁侠如果打一仗的话会是什么感觉，最后电影里面真出现了之后，大家不都是掏钱去看的吗？嗯。对不对？这个当时的感觉好像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嘛，就是现任拳王和以前的拳王，而且这个游戏里面这个东西呢，因为就是现任拳王已经愤愤不平的有发言了，所以说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了，所以大家对这个比赛呢都非常感兴趣。然后呢 ，Rocky 呢就是已经离开了拳击16年了，他现在是个60岁的老人了，嗯，但是呢，他觉得自己好像还身体里面有一场拳赛没有打完，所以说呢。就召回了当初这些就是比如像他的大舅哥还没有死，但他夫人已经死了。嗯，就当初在他这个就是拳击的过程中经常晃来晃去的这些退役老军团啊，退休老军团，然后呢重新进行锻炼身体，然后呢最后跟这个比他年轻30岁的对手呢打了一场拳击。嗯，因为是个就是友谊赛嘛，表演赛嘛，最后还是就是判他输的。嗯，但是呢，就是感觉他在这个拳击赛里面呢，比年轻30岁的演员的就是丝毫不逊色呀，就是回到了第一集成功那个点，就是说他虽然说输了比赛，但是赢了对决，他还是不行的。其实他速度啊什么的都是比不过别人的，就是在那边就是要更耐打，就是。对，就是他训练的方式就是我要耐打，然后我要就是以重拳来胜过别人的速度。因为他速度是完全比不过30岁，就是年轻30岁的对手嘛，就是说要练就是练，一拳击倒对方的力度。嗯，我觉得从力度上面都应该是比不过的，就是从真实来说的话。但是 Rocky Balboa 在这个电影里面呢，确实是回到自己的就是以前的节奏去锻炼身体了。这个锻炼身体确实是很好看。然后最后等到他上场的时候，唰了一下一脱他身上那个袍子。作为一个60岁的史泰龙呢，身上倒三角那个肌肉就是怎么说呢，青筋并爆的，嗯，这感觉视觉上还是非常的有刺激。所以这个片子呢，大家也都是比较承认的，说已经60岁了，作为 Rocky Balboa 这个拳击和电影界的这么一个传奇啊，该结束的时候也已经到了。这个片子呢，就是说也没有达到预期的那么好的票房，就是155个million全球啊，嗯。就是也算是怎么说呢，一个比较好的据点了吧。我觉得因为他本来就比较扯嘛，你60多岁一个人打一个现任拳王，这东西本来就比较扯，所以就大家不是对这个剧本不是很卖账。第二就是到了就是2000几年那个时候，其实拳击已经没有前面那几十年那么火热了。都开始那些散打啊什么的 MMA 啊那些东西是比较火热的东西，所以拳击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它的影响力或者吸引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嗯，而且另外一个要指出的就是说2006年的时候啊，我们已经开始看大批量的就是超级英雄电影了。嗯，虽然说在那个之前就是因为钢铁侠是2008年出来的，所以说漫威电影世界还没有开始，但是在那之前的10年，就是1996年开始往后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索尼做的这些什么蜘蛛侠呀，然后就是说新版的这些就是蝙蝠侠、DC 这些电影啊，各种各样的超级英雄电影就呼呼呼都出来了。嗯，就是大家当时想看这些情绪振奋的这些娱乐性特别高的片子的时候，就是拳击片已经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了。所以说这个对。而且他这部电影其实不算一个动作片，说实在的，他还是一个人物刻画的一个片子。就是说从这点来说，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剧本的。就是说至少你可以看到，就是 Rocky 这个人物他又回到以前就是一个人那种很孤独的感觉啊，老婆死了，然后他天天会去看他老婆的坟墓，然后把一把椅子藏在那个树上面，就经常过来要坐坐的嘛。然后跟他儿子的这些对话什么的，这一方面剧本都写得很好，特别是那段独白特牛逼，我觉得是，就对他儿子那段独白。
对，就是生活中不是你就是能多挨打，而是挨打了之后如何能够站起来那一段，对吧？我靠，那道太牛逼了！我就读一下啊，读一下，读一下，读一下。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you already know. The world ain't sunshine and rainbows. It's very mean and a nasty place. And I don't care how tough you are, it will beat you to your knees and keep you there permanently if you let it. You, me, or nobody's gonna hit as hard as life.But it ain't about how hard you hit, it's about how hard you can take hit and keep moving forward. How much you can take and keep moving forward. That's how winning is done. 就这一段特别牛逼，然后再开始说，哎呀，你本来小时候你只有那么小，我可以把你放在我的手掌上那么大，但我现在看到你成长成一个人，你不能活在别人的影子里面，你要做你自己啊什么的。这一段就写的特别牛逼。嗯，对，嗯，而且就是说这个片子刻画的成功点呢，就是说在这一集里面他跟他儿子之间的关系就更活跃很多，而且这个基调呢就是延续到了后来的电影里面，就是说 Rocky Balboa 呢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就是说自己有自己的世界观和三观，他自己有自己的局限性，他爱自己的夫人，他这辈子好像是都没有出过轨啊，或做这些出了名之后我们国内的明星比较容易做的事情啊，他都没有做。这个电影里面呢也没有说他，这系列里面也没有说他关于吸毒啊之类的事情，他总来说就是一个非常三观正的人。嗯，但是呢他不是一个特别会交流的人，因为他是一个言语上比较就是木的这么一个人。对，就是比较像郭靖嘛，嗯，对不对？就是他就是对自己的孩子呢，他也是属于就是虽然爱，但是表达不出来。所以说他这个孩子总觉得他父亲对自己还不够爱。他小的时候可以跟你一起出去玩扔球啊，玩游戏啊 ，home team with the home team， 就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等到孩子真正长大起来的时候，上了学了，有自己的世界，他并不知道如何跟孩子的世界进行交流，而且他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抢孩子的风。对吧，他也不想、就是、他也不想，对呀、啊，没办法、就是嗯、就他一到去找儿子的时候，儿子说你过来找我干嘛呀，完旁边说哎呀你是不是拳王啊，我们来合个影吧，就跟一起合影，就不理他儿子了、嗯、然后他还自己在那挺幽默的，把人家的拳头放在自己下巴上来、哎、这样照相啊，这样照相比较好看。就是这个他跟儿子的这个基调我觉得就特别真实。嗯，然后他儿子的那个演员是那个 Heroes 里面演那个 Peter Petrelli 的那个叫 Milo Ventimiglia， 也是一个就是意大利系的一个演员。嗯，而且总而言之就是说在表演上就比他当初就是史泰龙自己的儿子要多拿分一些了。那肯定啊，对。这个演员其实挺不错的。Hero 之后的话现在有一个系列叫This Is Us， 好像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美剧系列，拍的不错、嗯、他也是主演。嗯，你要看电视了。我想过，因为很多人跟我推荐过，但是我实在觉得电视剧太费时间，看一个电视剧我可以看好几部电影。那这是真的、嗯、可以看好几部 Creed 呢。对。然后这个可以原则上来讲就是 Rocky Balboa 这整个这个电影系列呢到2006年就是已经非常完美的就结束了、嗯、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片子最后的时候有一些就是当初从 Rocky 1一直到 Rocky 6的这个蒙太奇嘛，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缩影啊、训练啊、比赛啊，就是明显是说清楚了这个东西，它就是结束了。嗯，那么到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的黑人导演 Ryan Coogler 就是突然觉得可以做点什么啊，然后就是利用 Rocky 的这个 IP， 他寻找黑人英雄嘛，然后就在 Rocky 这个电影系列里面找到了他需要的英雄，然后他创作了一个新的电影叫做 Creed。的 Rocky Legacy， 就是2015年出的这个电影呢，嗯、导演呢是 Ryan Coogler， 编剧呢也是 Ryan Coogler。当然了，史泰龙呢就是作为这个系列延续的这个标志，就是火炬接班人嘛，他也是参与了这个编剧的一部分。我估计他可能就是在刻画和描写 Rocky 这个人物形象的话，这个环节里面他有一些意见参与吧。对，他一开始不接受这个剧本，就 Ryan Coogler、啊、去找他的时候，他不想去做，对。但后来他还是觉得哎呀自己反正炒冷饭也是这么炒的嘛，让别人来炒的话自己就可以少付出一点嘛也行。然后后来没想到他还拿这个还拿到了那个最佳男配角的提名。嗯，这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那之前那么多 Rocky 都这是第一集才拿到了提名。对。嗯，Creed 呢2015年这个时候史泰龙已经70岁了，70多了。嗯啊 69。
挺不容易的，就是这个时候呢，很明显他也不可能去打什么拳击了啊。故事的主线呢，就是变成了个黑人，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黑豹的大表哥，Michael B. Jordan 是主演，他演这个角色呢叫做就是 Adonis Johnson， 电影里面都管他叫做 Donnie。Adonis Creed， 所以这个 Creed 家族其实跟那个 Dumbledore 家族是很相像的，他们的男人都是要以 A 来取名字的。Apollo， Adonis 是吧？听起来就比较 Ano 对吧？他是前任拳王，就是 Apollo Creed 的儿子。这个 Apollo Creed 呢，就是在从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里面呢，都是 Rocky 的好朋友了。最后呢，在第四集里面，就是在拳击场上被打死了。他要跟从自己的生父的这个脚步呢，就是变成拳王。但他出生呢，是在他父亲已经死了之后才出生的，就是他没有。他是个野生的私生子嘛，算私生子，对，就是为什么他出来的时候他就是跟妈妈的姓嘛，嗯，然后呢就是但是他想当拳王，他说他对他父亲呢有这个情节的这个纠结，就是既崇拜父亲又不想成为父亲的复制品，又恨父亲那个感觉啊，就是既喜欢又恨，然后呢他就是想变成拳王，但是又不想利用父亲的名望，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呢他混拳击界呢都是就用Johnson 做姓，然后呢他就是最后的找到了退休的 Rocky， 希望 Rocky 能够指点他当他的教练。 Rocky 最开始的时候呢是不同意的，说啊你是 Creed 的孩子，你也不一定非得打拳嘛，他自己走过了拳击手的一生，最后他的一生的结局呢并不幸福，就是说他有一个苟延残喘的餐馆，然后他的经济上呢也不是特别舒服，他觉得拳击这个东西呢总的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业选择吧，最开始是不愿意去训练这个 Donnie， 但是呢最后呢因为老朋友的情怀啊，最后还是同意帮他，可能是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 Creed 当年的这个形象吧，就是把当怀念 Creed 的这个感觉呢就都倾注在这个年轻的拳击手身上。这个时候呢他也已经身患癌症了，所以说不能够真正的参与就是的 Donnie 的比赛，但是 Donnie 最后呢还是通过他的指点呢就是战胜了对手，然后战胜了自己嘛，因为 Donnie 在整个这个电影过程中呢他非常讨厌的就是别人管他叫做 Baby Creed， 我觉得这也是挺有意思这么个梗啊，就是他这个梗呢其实是跟就是 Rocky 自己的儿子 Robert 那个梗是挺相似的，就是不希望自己的父亲的光环大过自己的。但 Rocky 的儿子就很就是他对父亲也是这种很 mix 的这种感觉嘛，很复杂这种感觉，所以他就不选择打拳啊，所以我就很不明白这个 Donnis Creed 对他的父亲就是又是尊敬又是憎恨，但是他为什么还会去选择他父亲的就这个行业呢？就如果我对我父亲憎恨的话，我不会去选择他走的那条路啊。可能也是因为自己，要不然天生在这方面就有热情吧。就还是想，其实还是想要超越自己的父亲，就是也有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想一想，就是他其实并不需要打拳。你看他妈妈后来就是跟就是他的就生母嘛，出来之后跟 Rocky 见面，其实 Rocky 是认识他母亲的，他们两个人年轻的时候也是见过面的。就是说，那个母亲呢，她经济条件很优越，她住在一个特别大的房子里面，她根本不需要儿子去打拳啊。这个打拳的动机就跟当初就是史泰就是 Rocky 开始打拳的那个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其实就是为了想打拳而打拳，而不是为了打拳而生存。这个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Creed 呢这个电影呢基本上就是说完全是试图做一个新的电影系列的努力，在原有的就是 Rocky 的这个就是基础上想做出来一个新的人物，想把 Rocky 的火炬传下去。但是他这部的话其实就是做了一个黑人版的 Rocky 第一集，就是他的你看那个故事结构啊什么的，就是他一定要就是他要打拳，他要向上，但同时呢又就找到了一个他很喜欢的一个女生，这么一条故事线。对，然后 Rocky 演的就是 Mickey 的那个角色了，就等于是对，就是这属于他的精神上的一个指南针嘛，对，精神上的指南针嘛，对。然后最后拳赛也是，就是他其实打输的，但是就是说他得到了这个别人的尊重。对，就是输了比赛，输了比赛，赢了对决嘛，对不对？赢了别人的尊重。然后就是他在这个电影里面呢，有很就是很明显的味道，就是按照 Rocky 一步一步的脚印走过来的，就是在费城里面进行锻炼身体啊，就是说他在街上跑步也是这样跑。
就是别人也是在后面跟着他，但是 Rocky 跑的时候呢，后面都是些不到十岁的小孩，男男女女全程的小孩都有。他在街上跑步呢，就是在街上，哎呦呦 check it out， 就是这些说搞说唱乐没什么事，这些无所事事的黑人在后面跟着他跑。最后就跑到医院里面去了，去看就是在病床上的 Rocky， 就是这个节奏呢，就是跟着 Rocky 一这个感觉来的，希望能够，就是我觉得他是不希望这个电影在票房上特别成功，但是希望能够给人留下印象。嗯，所以说这个情怀味儿非常重的这么个电影，这个片子的票房呢是就是最后全球是173 million， 就是在2015年的那个环境里面，就是说漫威。就是，这怎么说呢？就是打压天下的这么一个大环境里面，173 million 这个感觉就不是特别大呀。嗯，这个全球票房最后好像还没有超过《巨齿鲨》嘛。然后呢，就是说了这么长时间，我估计这已经说了一个节目的长度了。就是说到今天，我要讲电影《Creed 二》。嗯。Creed 二呢，就是为了成功啊，就是把所有以前。Rocky 的二三四都加在一起，我觉得它更是一个四的一个复制品，就 Rocky 四的一个复制品。嗯，应该是。嗯 ，Rocky 四的一个复制品，但是你说呢？就是他找到了一个自己打不过的一个对手，上来呢先被对手打败，然后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再赢了对手，这第三和第四这都是一样的。嗯，他这个电影里面呢，为了增加就是Creed 这个人物呢，就是跟大家的联系，在第一集里面他找到的女朋友，在第二集里面他要跟这个女朋友求婚，这个是在第二集里面就有的桥段。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呢，就是为了增加他人物真实的血肉感呢，这个孩子要出生，然后呢出生这个孩子呢还就是听力受损，这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在第二集和第二集里面的这个内容。嗯，就是说他把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都缩在一起了，然后呢，还尽量使用以前曾经有过的这些情感元素，从第四集里面借回了当初的苏联拳王。这个对手呢，其实也是就是苏联拳王的后代，所以说苏联拳王的后代和美国拳王的后代进行对决，就是整个把能利用到、能炒到的冷饭、能致敬的这些梗全部都用上。嗯，值得指出来的就是这个电影的导演呢，就换了人。这个电影的导演呢，现在是 Steven Cable Jr.， 嗯，这个人物是特别熟悉的，感觉好像没导过什么特别大的作品。嗯，但就是 Creed 这两部电影，其实他还是跟着那个 Ryan Coogler 的那个就黑人文化风格在走的，就是说他这部电影里面好像就是就 Adonis Creed 这个角色，他除了 Rocky 一个这个白人朋友以外，他身边没有一个白人。这个电影里面所有的配角也全部都是黑人，然后庆祝他成功的也全都是黑人。他走进一个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披萨店去买披萨什么的，跟他庆祝那些人全部都是黑人，就是他身边一个白人都没有。就这种电影就跟黑豹一样，他这特别刻意的去制造一个黑人的世界。对，我然后他里面那些对话什么，就全部都是很那种黑人化的，就是说求婚也是，然后就说啊，你肯不肯嫁给我？然后那个女的就在那边哟什么的，这个东西很破坏人家就是去看这个东西的感觉，你知道吗？对，这不是特别容易投入嘛，就是就是代入感就相对比较差，而且我觉得 Ryan Coogler 他作为一个黑人导演嘛，他好像是一直都在倡导就是这个黑人文化。但我觉得黑人文化并不是黑人自锁的文化，你真正想弘扬黑人文化的话，你要把这个东西打开才行。对，你要把它融入这个主流社会，你才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阅，不然的话你就是一个人在这边就自己在那边搞嗨啊，你知道吗？对，自己看得很爽，就像黑豹一样，那些黑人看得很激动，但别人都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电影，就是好像在看 Lion King 一样。嗯，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说清楚，就是说我们大家就是黑人，他们就追求黑人这个权利啊什么的，但是呢平权不等于特权嘛。嗯，对不对？如果你在这个电影里面你想体现的是平权，那么你就把白人和黑人都加在一起，你不要体现出来这个很明显的肤色区别，这是真正平权的一个体现。像他这个电影里面就是所有就是除了 Rocky 是必须有的，其他的人物完全都是黑人，就是我觉得他其实自己把自己局限住了。对，
这也是这个电影不容易成功的原因。嗯，这个电影呢仍然请了史泰龙做顾问呢，就是说在 writing credit 就是编剧的这个名单上也有史泰龙，我估计他做的事情也跟就是 Creed 第一集差不多了。嗯，那么这个演员呢也是 Michael B. Jordan 来演这个 Baby Creed， 史泰龙也出现，然后呢第一集里面的这个他的女朋友 Bianca 也是 Tessa Thompson 出演，这个人物也是可就是。不是特别招人喜欢，对，他一直是一个就是他一个同性恋身份然后来演人家女朋友，就是感觉不是特别的自然，你知道吗？你就感觉不到这两个人在一起真的像男女朋友那种感觉。对，首先是真爱感觉不到，第二就是 Tessa Thompson 在这个电影里面呢就是说就是看起来比较丑啊，嗯，就是颜值呢也不用把这没有把这个电影拉高，然后他们这两个人之间这个爱情关系呢也不是特别有趣。因为 Rocky 的夫人呢虽然说在这电影他整个那个电影笔墨不是特别多，但其实是 Rocky 整个作为一条船他的那个矛头，就 Rocky 每次赢都是夫人支持他，就是说啊现在你去赢吧，我这个孩子生出来了，现在你一定要赢，我老公就是冠军，这个时候呢就是说 Rocky 才会赢。这个 Tessa Thompson 在这个电影里面呢其实在大部分电影里面呢都是给就是 Michael B. Jordan 唱反调的，就是我生了孩子了，如果你要真受伤了那我跟孩子将来怎么办呢，就是一直在用这个东西来拖回 Creed 的斗志。这是这个电影里面好像是怎么说呢，有些人会觉得比较真实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从这烘托主人公的这个光环角度来说并没有真的起什么作用，并不帮忙，甚至到最后就是说支持他去打什么的，这个也不是很没有很强的说服力，从这个人物角色来说，包括他母亲也是，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你怎么样去吧，反正你不得到我的支持你也打了那么多场了什么什么的，就这种东西他没有一个很强的说服力在那边。嗯，对，嗯，对。另外一个就是说，作为一个音乐人呢，而且貌似他还是属于签了约的音乐人，他的音乐真的很难听啊。嗯，然后 Creed 的母亲呢，就是这个 Marianne Creed 呢，也是用同样的演员，就是从 Rocky 那个系列里面就是同样的演员。第四集里面出现了苏联的拳王，老拳王是第四集里面那个 Ivan Drago， 老拳王就是 Dolph，也被请回来做父亲。他的儿子那个是新演员，就是 Victor Drago， 是一个新的就是肌肉机器啊，很牛逼啊，这个人是挺牛逼的，因为他爸是就是通过那个政府注射东西啊，就是这种特别训练出来的，他是就是纯自己训练出来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土味训练出来的，没有政府资助。看他那些镜头真的是哇，我都不知道是他怎么做到的，就是一边在那边就是做跳跃一边在那边怀那个绳子。嗯，对，而且这个Victor Drago 这个角色呢也是挺牛的，全程也不怎么说话，因为英语不是特别好嘛。但是因为他不是个演员，他就是个运动员，你知道吗？就是个运动员，所以就是你来你就你做你的就是动作部分，你台词尽量少给他，对，不需要说话，对，这是属于取巧的一个方法嘛。嗯，但是全程都是老虎的眼神啊。嗯嗯，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这里边还出现了几个其他的人物，比如说像这个Buddy Marcel 呢，是就是映射当初 Apollo Creed 的自己的那个就是教练，是那个教练的后代。嗯。然后还出现了一个当初类似于就是第四集里面那个经纪人的那个角色也出现，这个人物都长得跟当初那个老人物比较相似的。嗯。就是总的来说呢，就是沿用原班人马、原汁原味的这个人马。故事呢就是刚才我们都已经几乎说完了，就是当你赢得了重量级拳王的称号之后呢，像你有求婚有了孩子，但是发现这个孩子呢好像出生之后也是个聋子嘛。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当初他就是第四集里面打死了Donnie的生父的这个苏联前拳王呢，就是因为输了比赛，所以说失去了当时的这些生活就是优越感啊和这些生活条件都失去了，然后就是很贫穷的把自己的孩子带大，也失去了老婆，政府就是把老婆拿回去了，老婆离开了他，然后呢他把自己的儿子培育成了拳王，然后呢回来之后向Creed 进行挑战。嗯，然后呢当年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 Rocky 还也是一样的味道，就是不只是你打这个啊，你打不过人家怎么样的，但是最后呢他还是一意孤行去比赛，三合之内就被人打倒在地，肋骨也打折了，是什么好像是肾脏也打裂了，就是总而言之打了一身伤。嗯，然后呢赛后呢一身伤呢就是慢慢要恢复自己，然后对自己的就是斗志呢有挫折，又觉得非常低迷，然后发现孩子天生是个聋子，又觉得人生又不完美，然后在这个环境下呢就是说
比较丧。然后呢 Rocky 又出现了，又重新激回了他的斗志，他又重新想取胜了。然后呢就跟 Rocky 回到沙漠进行训练，然后在沙漠里进行了一些就是比较狗血的训练场景。这就是跟四相反，四他是在雪地里面那个训练嘛，这个就是在沙漠里面，沙漠里面训练。对，嗯，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黔驴技穷的这么一个做法，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新主意了，你知道吗？嗯，然后强化了体能，就是你就当童话听了。就最后呢就是回到苏联进行复赛，重新比赛。在比赛中呢，最后终于是 Victor 落了下风，Creed 赢了上风。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老的苏联拳王呢，因为心疼儿子嘛，最后替儿子认输了。这个比赛呢，就是说当你赢得了比赛的最终结果。嗯，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呢，真正刻画成功的地方呢，是苏联拳王和他的儿子是这个电影里面的黑马点。我也觉得，我情愿看他们的故事，我不要看那个 Adonis Creed 的故事。嗯，对，就是因为就是当你这个角色本身就不讨人喜，他特别有钱，他还打拳，让很多人就是觉得你这个打拳其实就是炫的味道比拼搏的味道更足。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拳击手你真正有斗志的时候，其实都是在你人生还不是特别完美的时候。你一旦变成了人生赢家了，生活在什么这云端的时候，你这个斗志是不可能起来的嘛。嗯，对不对？就是他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他当了拳王之后，他卫冕几圈了之后，就是跟他打拳的人基本都是些软柿子，都是挑完之后来跟他打的。所以说打拳就是赢很容易，所以他也就是穿的衣服很，但他又没有像就是史泰龙在第三集第四集里面就是穿着那么笔挺，就是言行举止那么得体。他仍然是一个黑人文化的这种走路要又就是要晃晃荡荡吊儿郎当的，然后穿衣服穿个 hoodie， 就总而是要把这个黑人文化要贯穿到底啊。而且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父亲，他要为父亲报仇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感觉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对，心理上也不是说得过去啊。对，嗯，对，而且就是总而言之，就是看这个电影呢，就是我的感觉呢，就是说我在心理上呢投入值非常低。嗯嗯，就是并不觉得就是这个片子啊，这片子其实要按说的话，在拳击比赛的过程中，其实是比前面的任何 Rocky 的电影和包括 Creed 一更好看的。它是真人上场比赛，然后就是说在这个拍摄的角度上啊，都相对来说比较讲究，长镜头、滑镜头和大摇臂的转这些东西都做得比较讲究。拳击赛是比较好看的，但是你在看这个拳击赛的时候呢，你感觉就是嗯，我更喜欢第六集的那个拳击的拍摄手法，它完全是用那个就是美国那个拳赛直播的那种拍摄手法来拍的，嗯，更真实化，比较真实。对，因为你像那个之前早期的那些 Rocky 电影系列里面，就是其实他们打拳姿势啊什么都是不对的，全都是其实就是电影化的东西。在这里面其实也是，就是说其实你那个 Victor 和这个 Adonis 他们根本不是一个体重级别的，就Michael B. Jordan 他演的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 light heavyweight 的一个冠军。然后你看对方，其实就是体重可能比他要重一倍吧，不可能在一起这么打的。对，我就是说，如果是人家跟你在一起，人家比你重100磅，这100磅全部都是肌肉，对，你怎么可能在体力上赢得对方的？而且重量级拳击啊，就我在看真实电视比赛的时候，其实根本不像他们这样，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这么多。这种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东西其实都是轻量级的，因为这个就是拳击手身上的就是肌肉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可以打来打去。重量级的话，真正一拳打在脸上就倒了，就没有了，这拳比赛就结束了。而且就是他父亲死，就是因为他父亲其实是找死的，明明不是别人对手，然后一定要去打，然后就被打死。然后五年没有训练，然后他在这集里面，他在这集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明明就是。你就看过别人的样子，你就知道你是打不过别人的了，还是要去打。所以就是说，你对这个角色没有一个什么，就是说对他有一种可怜啊，或者是有人任何的体会这种感觉。对，因为他对自己没点逼数。对，作为一个主角，他这个就写的比较失败，我就觉得。嗯嗯。但是就是说，还是这样，就是说这个片子呢，看这个片子的人呢，其实不是为了去看 Creed 去看的，而是去看史泰龙去看的。嗯，而史泰龙在这个片子里面呢，还算是尽到了他的职。
就是我们在看一个，就是真正史泰龙今天也是比较老了，他这到今天的话，他是70多了，嗯，对吧？就是他也不想当自己的硬汉了，在这个电影系列里面稳稳当当当他的老百姓，然后说一些非常朴实的话，讲一些老人的道理，就是年轻人都不是特别愿意听的一些道理，然后自己的幽默感还是经常坐在自己的夫人的墓碑前面，然后就是跟他夫人絮絮叨叨的聊天，就是这些东西呢都是挺真实的，还是让人觉得就是拳王英雄末路了那种感觉，还是挺有感触的。对啊，门口一个路灯坏了都几个月都没人来修，对，一年多了没人来修。对啊，作为一个前拳王，就是对政府的那个，就是等于是对这个居民委员会那么简单一个要求都达不到，真的是就是真的已经是一个老百姓了。嗯，而且证明他住的那个区也不是特别好，就是说也意大利人就是比较集中的这些住宅区呢，时间久了之后，最后就是说在管理上啊，不年轻啊，嗯，整个这个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来说也比较低，就是他住的那个区的状态也是这样。嗯，因为比较高尚，比较逼格比较高的区的话，什么东西坏了很快就修好了嘛。嗯嗯，对，就这样。苏联拳王的当初失去的那个妻子啊，在这个电影里面也回来做了一下龙套。嗯。这个当年这个大美女回来了之后，我看我吓了一跳啊，怎么看起来像个 Groot 一样啊？真的是，我到最开始我看这个女的出现的时候，就是这故事说啊，这个拳王失去了比赛，失去了自己生活的这个条件，连吃都吃不饱了，政府把这些东西都收回去了，夫人也离开了他们，最后父子两个人相依为命长大的，嗯，就是夫人离开了他嘛，最后等到这个儿子赢了。这个夫人呢，当时可能已经嫁给了一个大使啊，或怎么样的，然后又回来一起吃个饭。当时这个儿子有个愤怒离席的这个过场，就是说这个女人我不认识她怎么样的，还给了她一段感情戏呢。嗯，作为一个不是演员的演员，这个确实做的还算是比较够格嘛。嗯嗯，但是就是说这一段感情，就是他们如何在痛苦中这么多年的折磨过来的，作为一个父亲怎么一手培养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拳王，就像你说的，他们之间的故事其实更有趣。啊，我很喜欢那段，就是 Ivan Drago 跑到那个 Rocky 的饭店里面去找他那一段，然后就说：“哎呀，你这些照片都不错啊，就是他以前打拳的那些照片。”然后他说：“为什么没有一张就是你跟我打拳的照片？”嗯，然后就是 Rocky 就觉得这个是一段黑历史啊，好像不想拥有，并不是什么就是世界上的高点。对，而且来说对他来说，就是说至于他就下半身就脑震荡啊什么，后来都就是要退出拳，就是打拳这一个行业啊什么，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嘛，所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没有记载这一段东西。然后就对，另外就是说，因为虽然说对，所以虽然说他赢了一场比赛，但是因为他这场比赛是给他夫人给他的朋友复仇，所以并不是他心中就是他赢得荣誉的那么一个高点嘛。嗯嗯，对，然后就看见两个人就是说话时候其实还是绷得挺紧的，还是一个非常敌对的，但是就是说稍微能看得出，就是说他对就是彼此之间都有一种就可怜对方的一种感觉在那边透露出来。对对对，有一种相互理解那种味道。嗯，就是两个人都是因为这场比赛终止了他们拳击生涯的这些事业就都停在那里了嘛。对啊，他说我那场比赛我失去了一切，他也在那边，哎呀，这都是几百万年前的事了什么的。嗯，其实如果是说的话，最后他们两个人能成为朋友也应该是一个比较暖心的一个梗和一个发展方向啊。但我估计看这个样子够呛，因为他儿子又失败了，这妈妈回来跟他们吃了一顿饭表示一下支持。其实他儿子真正失败那个地方，就是他落了下风的时候他妈妈离开的。嗯，就那地方看觉得很扎心啊，就觉得当初 Drago 就是 Ivan Drago 输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老婆一看他要输了，然后就离席走了。嗯，最后他自己失去了斗志嘛。那么他儿子失去了斗志的也是同样的这样的梗，就是觉得好像是都输在这个妈身上了，也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可叹。而且包括那个政府的支持嘛，就本来好像政府啊把他们都看得很重视他们，哎呀，现在觉得好像他们可能可以为那个为国家争光了嘛，然后看着他们走下坡路的时候就觉得，啊，哎呀不行了，走吧，离开吧。嗯，不想看到最后。嗯嗯，所以他最后就是他看儿子可能要被打伤啊或者打死啊什么的，然后他就扔那个
白毛巾进去就投降了嘛。对 ，prototype， 对，嗯，对，我觉得那个点是我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一点，就是说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从扔那个毛巾那个地方就完全体现出来了，让我觉得这个完全体会到这个父亲当时的如何扎心感那个感觉。嗯，而且就更人性化，你知道吗？就是两个人是个人，不像前面那个Adonis Creed 或者是他父亲，就死都不肯认输，死都不肯那个扔白毛巾。对啊，就是好像就是你我们看就是 Million Dollar Baby 里面也是，就是Clint Eastwood 和那个 Morgan Freeman，最后 Morgan Freeman 失去了一个眼睛，也是因为就是教练要 throw the tail 要认输，但是这个拳击手一直都不认输嘛。好像这是一个一直以来拳击界我们看电影这个惯性，就是说拳击手虽然说落了下风，已经知道打不赢了，可是一定要打赢到最后被人家扁。就是至少我在心态上没有输，对吧？嗯嗯。就是说，虽然说鸭子死了，嘴还是硬的。嗯。但在这个电影里面，这是我在看拳击电影里面第一次我看到，就是说，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教练，作为一个培养者，他替拳击手认输了。嗯。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感慨的，就是也觉得他们这个父子关系就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对，最后看到两个人一块在跑步训练什么的，就觉得挺好。挺好，对。嗯嗯。那你给这个电影打分是如何？嗯，我还是只能给这个打个中吧，因为我觉得它没有很大的新意，基本上还是在抄袭前面几部 Rocky， 然后还是就是很明显的就想做一个，颠翻 Rocky 的一个黑人世界的一个黑人版的 Rocky 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不是太有意思。嗯，我给这个电影打分也是可，我觉得就是对付看看，如果是说真的，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借用 Rocky， 他其实这个片子把 Rocky 能致敬的地方全致敬了，对吧？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片子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在票房上估计也没有什么保证，然后这个片子其实是希望能够承上启下的把这个Creed 作为一个拳击的系列进行下去，我觉得这个系列好像是希望不是特别大。我是不希望再看到有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部了，因为就对我来说，那个Dolph Lundgren 他那一家加上那个史泰龙这一家，他已经很完美的结束了。然后对于 Creed 来说，我也不想继续看他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不要再拍了，这部就是最后一部了。反正这部到最后的话，那个 Rocky 就是去找他儿子嘛，然后那个 Milo Ventimiglia 的还是再回来客串了一下他儿子的那个角色嘛，我觉得挺好的。对，最后那一点也挺暖心的，就是说他终于已经放下了自己的架子，然后说啊，反正是你的世界了，我现在只需要能够有你就可以，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人生中做的这些决定是错的，把自己的儿子推开嘛。嗯，所以说也算是自己最后就承认自己老了的一个表现。嗯。嗯，所以说他，而且后来这个电影出来了之后呢，票房相对来说也算上现在看比较成功啊。然后史泰龙自己发言说，以后不会再继续出演 Rocky 这个角色了，就是 Rocky 不管以后 Creed 拍不拍 ，Rocky 是不会再出来了。嗯，没有 Rocky 呢 ，Creed 就进行不下去了。我估计他也是，他应该还会是有一些努力。如果这个片子特别是在今天的全球票房如果仍然有成功的话，因为 Michael B. Jordan 最近被炒得挺热的。虽然我看不出来他到底作为一个演员他好在什么地方，那他拍来拍去就是这些黑人，就是黑人主义的片子，你知道吗？就是说大众观众对他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印象。嗯，他也真的没拍什么特别有深度的角色。肌肉倒练得不错。对，而且他那个肌肉看起来并不像拳击手的肌肉。嗯，因为他太像，就是太注重那些就是块看块嘛，所以说皮下脂肪太低啊。嗯嗯，这种人抗击打能力也不会特别强啊。嗯OK， 那么我们再很快的看一看这一周的电影新闻啊。电影新闻我快点说一下，首先是地狱男爵 Hellboy 的下一部电影呢，貌似现在是要重启而不是续集啊，将在2019年3月份开拍。前两集里面的男主演 Ron Perlman不再继续担任这个红石头角色了，换了一个神奇物语的男警长，人物呢演员叫做 David Harbour。 电影会比较谨慎的使用预算，就是说拍的会比较便宜，但是片子呢会增加暴力和血腥的风格气氛，把这个 R 级的电影路线走到底。嗯，你看好 Hellboy 系列吗？地狱男爵我之前看的话我还觉得还行，但是因为现在这种电影比较多了嘛，然后 Hellboy 又那么多年没有就是巩固他这个 IP， 所以他新的出来的话还真不好说。然后特别是加上 R 级以后，这个东西能看的人就比较少嘛，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票房会怎么样。但是他如果是用低成本去拍的话，应该我觉得还是不会赔的吧，应该。
第一是不会赔，第二可能是更注重这些精神方面的联系啊。而且最近 R 级电影好像就是大时代来说 ，R 级电影就比较火啊。嗯，大家都敢拍 R 级电影了。嗯，但是《地狱男爵》Hellboy 这个漫画 IP 好像一直都是一个小众的 IP 吧，它一直都不是一个大的 IP， 对不对？嗯，对。嗯，就是看这个漫画的人本来就也不是特别多，所以说这个片子呢，能拍两集我都觉得已经挺不错了。他除非他就是利用这些穿插人物的感觉把它融入到电影世界里面来，不然作为一个就是独立的一个电影系列，我估计他这个路也不会走得特别远。嗯 ，OK， 下一个新闻呢是 Tom Hanks 将会在 Disney 的下一部动画改编的真人电影《匹诺曹》啊 Pinocchio 里面扮演匹诺曹的父亲。迪士尼的下一部重拍的电影呢，包括《小飞象》《阿拉丁》和前两天我们在微信讨论群里面讨论过的《狮子王》。嗯，狮子王不能算是真人版电影啊，应该算是CG电影。对，它其实还是一个anime 动画片电影，对吧？就是说这个动画变成了那个动画，这是什么目的嘛？就是迪士尼在炒这个老 IP 吗？就是每部电影都要把它这样翻拍一下。嗯、对，现在 Pinocchio 也要重新被翻拍一下了。嗯，值得说出来的就是说 Pinocchio 呢，在迪士尼的就是动画电影啊。来说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影，它好像是迪士尼的动画电影的第二个电影，就是说在当年它是奠定了迪士尼动画电影的配方和它这整个这个电影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当然了，这个也没有关系，因为像木兰那种无所谓的电影现在也要重拍真人版的，所以说所有的片子都会被拍中文真人版的，你就等着就行了。但你说像比如说狮子王啊木兰啊或者是阿拉丁啊什么的都是90年代的东西，就是说大家可能更加有点联系感，你要拍翻拍一个更早的比如说像 Pinocchio 这样的东西的话，就现在很多人还不了解这个东西或者对这个东西没有很大的兴趣吧，我觉得。我觉得应该是有兴趣的，因为这个 Pinocchio 这个东西啊，就像白雪公主一样，嗯，就是即使是等你有小孩，你可能就是有更深切的像我这种了解，就是 Pinocchio 这个角色呢，在儿童的故事里面出现的时候，现在用的都是迪士尼的那个人物形象，嗯，就是而不是说最早先的有一些其他的动画漫画书啊，或者是一些儿童读物的书里面形象，大家现在画 Pinocchio 的时候都会画迪士尼的那个形象，就像大家现在描写白雪公主的时候都是现迪士尼的白雪公主那身衣服，嗯，就是说即使是大家并不知道当初 Pinocchio 那个故事里面的细节那些东西，不会包括那个就是蟋蟀人穿着这个像就是燕尾服一样的那个蟋蟀就是小人物角色，就是类似这些细节大家都不是很熟悉，但是你看到 Pinocchio 的话你就会知道他是 Disney 的 Pinocchio， 但不代表就是你看了这个东西你就马上想去买电影票啊。嗯，那你看到阿拉丁啊或者狮子王啊，你看到这些就是经典形象出来的话或者那些歌出来的话，你会联系到哎呀我就是当年我是看过这个东西的，但 Pinocchio 这个东西很多人也许没看过。嗯，我觉得他的那个押宝的那个押点呢，并不是押在就是说当初看动画片的爸爸妈妈小孩子现在长大变成爸爸妈妈了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这个电影，你像如果是重拍像木兰啊之类的基本上是炒作这个点，像狮子王也是这个点，但是 Pinocchio 呢就不是，他基本上就像那个什么核桃夹子啊类似这些 IP 或者是 Alice in Wonderland 的这些东西一样，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共有的一个 IP，大家都会去看，而不是因为某一个人某一个情怀时间段去看。哎，说到核桃夹子现在票房就不好啊，所以就 是所以迪士尼就一直要走这条路的话肯定是要翻船的。他早晚会吃苦头的，因为就是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Cinderella 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相对来说有好评的电影，后来等到浩民跑去拍《美女与野兽》的时候，那票房是真的是很火呀。嗯，但是那个电影的风评呢，大家都基本上表示就是叫做不叫好嘛。嗯，但是这迪士尼这个配方里面也是属于，如果他真的是抓了比较有票房影响力的人物放在迪士尼的电影里面，用一个就是 common IP， 就是大家都共有的这么一个 IP，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 IP， 然后去重新拍这个电影。那么就是还是在票房上相对来说有保证，大家会对这个东西有疲倦感。嗯，对，肯定会有。我们现在说这个东西，我们都已经说的有点疲倦感了。嗯，我都不准备去看的，什么小飞象啊、皮诺丘，我都不会去看的。是吗？嗯。OK， 那么下一个呢，也是今天最后一个新闻点，是 Warner Brothers 和 DC 正在计划下一步拍另一个
DC 旗下的单人版超级英雄电影，这个人物呢叫做 Blue Beetle， 嗯，叫什么蓝甲虫，嗯，在 DC 的下一部电影单呢，已经包括像小丑啊、Shazam 之类的电影了。现在加上这个新人物，这个人物呢也是独立的，跟其他的人物暂时没有交互的计划。据说呢 ，DC 已经定了编剧，所以说这个剧本呢是要发生了。我觉得 DC 和 Marvel 最大的区别是，就是 Marvel 你知道他每加一个人物，他要怎么安排，他在以后的这个电影世界里面会怎么样去用。然后在 DC 问题就是，他每次都是说我要拍这样一个独立电影，我要拍那样一个独立电影，然后你就不知道然后要怎么样，你知道，就是 Blue Beetle 这个很小的一个人物，你把它拍出来了，然后呢，他在这个电影世界里面要起到什么作用吗？就说如果我要投资我的感情去看这部电影的话，我这个感情投资会得到，就是以后的电影里面我会投就是拿到回报吗？我觉得不会啊。所以在那么多电影里面，我就也许不会去看这个。而且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小的人物，他是一个拉丁美洲的一个这样一个英雄。然后他的故事又跟那个 Cyborg 是非常像的，就是他的这套衣服是一个就是外星人来打地球的时候，然后一个就等于是掉下来的一个装备，然后被一个人拿到了，然后就有这种特别强的这些外星能力啊什么的。其实跟 Cyborg 是非常像的一个人物。哎，那不就是那个像什么那个绿灯侠吗？对啊，都是类似的嘛。然后他 Blue Beetle 就是一套战衣嘛，就跟 Cyborg 那个身上那个东西也是一样的嘛，就看上去像机器人一样的。啊，嗯，那其实是便宜版的钢铁侠喽。有点吧。不知道这是有什么前途。说实话，但我觉得这个片子好像是因为大家拍黑人电影最近都是比较成功嘛，然后拍女生也都比较成功嘛。嗯，然后他就准备拍这个 Blue Beetle， 好像这个人物是墨西哥人啊，嗯，好像是拉丁美洲的这么一个肤色人，所以说大家都在炒自己的文化吧，嗯，希望能够这个片子在墨西哥卖座，在巴西比较卖座，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那个李冰冰啊，什么邓紫棋的那个超级英雄呢？啊，那我估计够呛了吧？那应该够呛了。嗯，我觉得这种为了炒文化去做这些东西，就没有什么特别意思。行吧，那么还是就是简短的做个结尾吧，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各大平台，然后给我们的节目多点赞、多留言，然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加入我们的公众群，还是再次感谢我们第65期节目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收听。我是主播包子，我是老张，我们下周再见。下周再见，行 ，OK 。